贝莱克说服两名老妇人，要他们拿出身上的两个手镯、三枚戒指和身份证。他的理由是呢，这些东西啊，先拿去充那个重量，然后就能兑换成钱了。大家是不是越听越奇怪？你开始不是说灵神的援助吗？现在竟然拿我们身上的东西去换钱？我的报道说呢，两位老人家不疑有诈，把身上值钱重要的物品呢，全都给了嫌犯，包括价值8100令吉的手镯。在到手之后呢，这位老夫编造了一个借口，让两位老人家下车，在附近的一家食店等他。